可是我现在身中巫毒，那把巫毒治好不就好了？我知道治不好，就算治好了，龙山国也……雪鹰，你不要再逃避。我知道，比起治不好巫毒，你更害怕的是，即使治好了巫毒，你也无法拯救龙山国。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守护龙山国。那么，你就放下顾虑。 为他战斗到最后一刻吧，我也会与你一直并肩而战的。就像超凡考试中我们配合的那样，我会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是这样的，你说从天界下来只受了一点小伤，但你这分明是神脉受损。 这可不是小伤。神与下族之间物质界不同，若想要长久的留在龙山国，就必须要做出选择。选择？雪鹰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与其生活在冷冰冰、高高在上的世界里，不如和有情有义的朋友在一起。 有酒有故事，可是，别可是了。神界金碧辉煌，晃得我眼睛都疼。还是玄阴岭的景色好，你说是不是？ 公主，你可是有回忆起了些什么？小时候，爹娘总是变着花样给我堆很多漂亮的雪人，有的镶壶，有的镶鹿，有的堆坏了。娘啊，她要用法术修补，可是爹不让，说自己堆着才有乐趣。娘说不过她。 就用雪球丢它。那时候，你也跟着堆了不少雪人。我哪会堆雪人啊？我只会囤点雪球，给他们捣乱罢了。我虽然学会了用法术变各种各样的雪，但我最爱的还是父亲教我的第一只雪兔子。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回忆了，公主。这段回忆，你一直都没有机会看到，今天我就借着通幽镜，展现于你。等他生下来，我要带他去东海看日出，去西山看凤凰。等他再大一点，让他尝尝最美味的琼浆玉露。还没出生你就想着宠他。 等生下来还不把他给宠坏了？宠怎么了？自己的孩子当然最是宝贝了。我要让你成为天界最幸福的宝贝。爹，娘，我终于找到我的父亲和母亲了。 住手！人，这里交给你了。 现在太弱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想传承龙山遗志，要学会向死而生。玄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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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玄英哥哥，玄英，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山竹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玄英！山竹，求求你救救玄英吧！山竹，求求你救救玄英哥哥吧！雪英巫毒过重，已无力回天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以后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阿桃，魔神力量会被龙山一指削弱。是算了，好了，我需要功力。中心的时候到了，把功力都献给大魔神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走就只有我来了，幸亏我来了，不然你就成魔族的祭品了。这就我本身就是神，你只需要服从。红石山主相赠的风雪幻灵咒对治疗受损心脉还是颇有效用的吧？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这秘籍帮助我修炼成了冰魄真意，有足够的力量和你们一起对抗大魔神，眼下就等雪鹰回来了。那就好。哎，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我和雪鹰之间的暗号，只要我一敲，他那边就会有感应。那雪鹰哥哥在里面，他也能感受得到是吗？他说过，不管他在哪儿，只要我敲响了暗号，他就会拼尽全力地赶回来。那如果万一他……没有如果，雪鹰一定会回来的。出什么事了？刚刚收到无仓发来的消息，请求支援平护城。无仓这人素来沉稳，如果不是出了大事，他不会这样急于求援的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要留下来等雪鹰，不管多久我都要等他回来。